点毛毛雨。这是谁？没有，这是大宝回来。大宝回来干嘛叫成这样？哦，这光线不行啊。蜂鸟出来，出去啊！出去啊！鸟出去啊！幼鸟不见了。还有一只啊，不动，在这。是冲第一的，再看没有，欸，背后的树叶怎么一直在摇？没有，背后的树叶有东西吧？后的树怎么样？后的树一直在摇，这摇的蛮诡异的。再看白鹭鸶，对，两只白鹭鸶。再看燕子，再看燕子。哇，飞走了，飞走了，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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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啊，没有东西。哎呦，下去。
对啊，蛮有趣的啊。大概从山壁一直滑滑滑了快五公尺。刚才谁飞出来？两只，刚才有两只哎。现在巢穴好像只剩一只呢，所以刚才那两只飞的可能是大宝跟二宝。